你好，光临电台，我是微光，什么能帮到你的呢？喂，你好，我今天煎了一粒蛋给我老公，他说我的煎蛋不好吃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好，点这首歌给你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Hello， 我们是光临电台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近要买一个礼物给我的 Stadia， 然后我还要再凑八块钱啊，就够了。你可以帮忙吗？那我就帮你点这首歌吧。丑八怪呀呀。你好，光临电台，我是微光，什么能帮到你的呢？我们整家人最近都好伤心哦，我妹妹每天都在讲骗话，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好，点这首歌给你。光临电台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你好，我最近跟我爸爸的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，我爸爸说的话我都听不进去，这样子、啊、该怎么做才好？那我就帮你点这首歌吧。你好，光临电台，我是微光，什么能帮到你的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最近我的家着火，然后被烧掉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该怎么做呢？好，点这首歌给你。深深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。